二位好，小许。本来是准备中午开播的，中午开播一场，下午开播一场，但是呢，今天可能要失言了。在凯罗去穿这身，打扮的那么帅，跟新郎官一样。今天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要去代表张欣的家人，虽然我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舅舅啊，张欣那时候你知道吗？张松的辈分，来叫我舅舅。但是虽然是八竿子打不着吧，但是在国外也算是他的一个亲人吧。这两天阿霞的妈妈一直在给阿丽打电话，说阿霞有了身孕。看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，把这个婚事给定下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带着小米，带着我们这边的翻译，他们带着他们那边的翻译，来商定一下这个事情，把日子看能不能今天把它敲定。要多少钱？要多少彩礼？需要办什么样的一个婚礼？今天把日子，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能够把日子定下来。如果说谈判，看我这张破嘴乌鸦嘴啊，呸，咱们还是按照好的来，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，也希望他们今天能够谈的顺利。昨天呢，我也问了江欣，我说你这个事情你要跟你父母都商量，虽然你是叫我舅舅，但是我替你做不了主，也替你妈妈做不了主，替你家里人做不了主，你跟你家人多商量多沟通。我去呢也只是说作为一个长辈去。那走吧，朋友们，看阿丽衣服换好了没有，衣服换好的话就去阿霞家里面。大美女在干嘛？打扮这么漂亮，你干嘛？哦，白山，我的白山。好。让妈妈给你穿衣服，穿衣服走。穿上衣服，谁给你绑辫子？这么漂亮，啊？让妈穿上衣服给你，穿上衣服走。穿漂亮的衣服好不好？打了不？还在换衣服。娜娜，模拟哦一样，今天你要学习跳小野猫。一样蹬，胡萝卜。嗯，安排有你。阿丽还在换衣服，就先让她换衣服吧。今天呢，如果说咱们今天就不拍去她家里边的视频了，因为人多。因为人多，去人家家里边拍的话也不合适。在家里边拍的话，你拿着个手机，都别扭。大家想要知道最终结果的，就来老许直播间，老许下午开播。娜娜在家里学习跳小野猫，阿平还坐在你的冠军的位置上面，学习唱歌。来，走啊，我们金刚大料，搬，邱家搬，嘿，佳佳冰杠呗，冰杠料，我看漂不漂亮，走。